王世坚来到大同区迪化公园合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，但自家人林智坚深陷论文风波。王世坚日前评论说，论文是品格问题，球场是能力问题。再被问到这一题，却不愿多做回应。想那个林智坚市长说，我们今天主要是谈，我们今天主要是谈陈时中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角男主角一个就是陈时中。那么来看看这次的主角陈时中，不但被现场民众热情包围，还拿到王世坚精心准备的小礼物。为咱做市政，推动市政，爱抓到痒处，白了丢的所在啦。哪像送我一支，我唔敢白去接，我要抓到重点。哦，该摇的该白，我会甲大来白啦。啊，无应该白，即马有在老火，我会甲高油啊高高的哈。王世坚期许陈时中规划好市政，抓出重点，还不忘酸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。唔通像迄个柯文哲安尼吼，上个唔白，啊无上个白了费老费地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王世坚不再评论林智坚争议，这次同党团结一心，炮口对外，力拼打赢台北市选战。华视新闻洪明时间台北报道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，关注频道。